你要有一个断，你若讲讲断，就是讲，咱拄只讲讲断生意见嘛吼，断茶二见嘛吼，意见，这个是邪见嘛，那么啥呢？哦，这个叫人意见分嘛，要变换。啊，你无一个断，啊，佮无一个灭，无一个断，佮无一个常，安尼换一个解释叫做哪？你无灯，叫做如嘛？无灯叫做如嘛？无灭，哦，无灭，无灭常也是如一个如嘛？哦，这两个为个概念叫做如如嘛？那作品来讲，哦，如如之，如如之心，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心嘛？即是真心嘛？是真实嘛？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心嘛？若如是见，若如是见，即是无相。何体？是本性啊！哦，啊，这两句话来讲起来，来讲出现不生不灭，但讲起来就是呐，不垢不净嘛。啊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是讲呐，如如嘛。啊，这如如是讲呐，这是无体不无相不是本性嘛。但讲这个无断无灭，就是讲伊的主相，因为你袂使讲断的。啊！你袂使讲，我今日个解释是讲，你袂使讲空，啊！你袂使讲即个有，等于讲是，伊叫做空有，即空有不离的组合，即又叫做妙有，都有不二奥旋，即有就得出来，即妙就得出来，我都讲过，即种实不啦，伊叫做有。是不是呢？伊叫做有一丛树啊，但伊内底有一个坑，坑流露出来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规律叫做妙有。这个坑有，但是有这个坑，这个叫做空性。这个妙有就对空性造出来物件。其实这个空内底一个空尔，无这个生机，这个妙有就造不出来，它就不妙。啊，这个不妙来讲起来，叫做实际，叫实际，实际。跟你讲来，这个空性和必性，就产生这经济啥啦，啥不破的，叫有坏处的，不好的。但是伊能写出妙，又能写出足济的规律，因为伊战胜战，战胜他的这种美丽，他的消炎，以他本质就是这样。因为伊如如本性是啊，所以呢，断相来讲起来，这两个来讲起来，这个空有不二的道理。那解释有在空中，空在有中，这两个的解释起来，拢理解的如如，如如之心。所以因为地位，这回来这个解释是讲，这个叫做非，这个叫做非。这个地地灰哦，不是，唔知你讲，这个叫咱的自性，自性，这个自性所流露出来的地灰哦，虽然讲咱个看见两项，完全一片，甲看两项。伊是一些含的物件，伊有两项，共伊迄个物件，伊自性所流露出来智慧，你自性若袂流露智慧出来，安尼个即个叫做空，即个自性，它就是没有用。我讲只要经济内底当中伊无用，但是咱的妙有所流露出来，咱流露什么物件？因为咱今日去补习。
所以呢，就是意见的低。咱认为众生的低见，众生的低见以后，众生的低见跟佛的低见，拢归结出来，拢归结出来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两个绝对，这两个是绝对是一体，你袂使甲讲有，你袂使讲。所以无端无灭，伊若甲讲一个无端，一个有灭，也着对。所以无端无灭，这两个甲解释起叫做诸如，啊嘛叫做自性甲智慧体用，哦，断相离见。所以这两个归根本起，无离开了自性体，菩提之处，菩提叫做干嘛？这叫做干嘛？这叫干嘛？哦，一切都是空性。啊，所以今日，所以我请问恁一个问题：，你迄个自性的内底当中，其实是咱有一个思想，咱有一个思想，以清净法体内底当中，清净的法体，搞有这个思想。以清净的法体啊，清净的法体啊，这个法体我们来组成的这个当中到这个实相，这个内底当中一切都如，因为有这个实相，伊的实相，就是因为思量恶思，即行恶行，所以先思，即所以即行为善行，伊即乐在恶，到这个实相的恶。所以你回归了伊个根源内底当中，叫做那清净无量，流露出我们叫做显明变，也叫显明变，也叫做妄明变，显明变。这妙明变、显明变变成妙明变，哦，妄明变了，变成妄明变。因你思想所流露出来的显露的内底当中。对应的内当中，拢是叫做无分别，因为伊一直无清净，无论你是思量上甲思量下，已经内底一种感应。所以咱达做讲，明欲明别诸法相，即是变不动；明现量所以在变不动。达做讲讲思量现事，即心现念；如思量恶事，即心为恶行。咱不要再讲，人讲。伊讲啊，即个叫不属善甲不属恶，你属善甲属恶，即种是即个分别，即种是即个分别。你属善甲属拢是即个分别，即种都落在恶啦。你今日给你自性所流露出来妙分别，足自然的物件。你自性本来实性之源，都小囡仔当中嘛，自性如一米之米来，自性如海之之洋，何能自性？如因为机会啊，迄个囡仔他生在咧玩玩玩，就叫做显明变。伊人咧讲，他没有一个在，因为伊绝对无这个观念。因为今日见尿尿了就好，伊把做表就好，所以人咱人的普通，阿路的普通，因为他有灵是一点通，一家听一通，所以灵加轻，所以无力量。所以今天咱众生在到这里有力量，所以咱有分别力量，有分别力量啊，咱一定有哪，一定有长，一定有量。所以有量当中，咱要按照因心跟着量，执着跟着量，执着叫做染，这执着跟着量。所以那个不得来个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定，妄想执着一直执着嘞，那是你。咱较早咧单节面上，我是要讲，食到老心咱袂听话，行执着袂听话，伊就是呐执着执着，伊个执或者个什么念，你念啊，伊要消除这个念，唔是简单咯。一个人要消除伊这个执性，执性，这个人，这个人性。这么执性哦，不是遐简单哦。真正迄个个性就是迄个个性。咱想是讲啊，实在个性好难搞定。安尼点意思讲，阿妙呀，我定得这个个性，因为伊嘛是爱这个个性，但是做伊啊，因为伊这个个性，伊这个人性哦，
伊着过去多想甲遇到即个物件，啥物物件伊着要侵害，伊个边嘛要平解。伊若讲烧钱毋捌，烧钱毋捌输人，啊烧输毋捌人，啊着烧到即款。即是拢人个性病，因为他绝对不输人家，迄是因为咱人个一个执性，所以迄个执性换一个解释，叫做人个个性。所以咱只会讲三颗牙啊，性难改，无啊，你都袂，你都难改啊。今日去店内底喊个多，啊，都两只猫，要过一独木桥，啊，你若有只，你若有一只猫，在两个弄毛病。对对，哦，啊，当然一定要提，因伊都唔听，我咱提，我还叫做提，所以你修好多就是那，哦，咱换一个想，叫做咱先不想先讲，叫做包容，哦，包容他的可怜，包容他的可怜，也不要拿他的可怜来处罚自己，唔忙记得拿个可怜来处罚你自己。因为伊安尼从伊遐出可怜啊，伊就带不去听。啊那安是毋是那咱可怜个错在那边嘛？啊那安尼咱真了，咱真了想不变嘛？那马上想对个了，对个，对立的对立法对东西。所以这点你希望在来这当中，咱一定要去看一下。来，做什么啦？领导。